记者廖丽慧综合报道：金努李维出席巴西动漫，吸引数以千计的粉丝力挺。图翻摄自《捍卫任务四》。特暖心事迹已经多到数不清的好莱坞巨星，基李维 Keanu r 亚 v e s 日前出席电影宣传活动，竟然当众下跪、甚磕头，让台下粉丝惊声连连。 基努·里维最近出席在圣保罗举办的巴西动漫展 c c x b 二十二，为了即将在二零二三年三月映的电影《捍卫任务四 week c h a p t e r 四）做宣传，基努·里维在台上双何合十表达对粉丝们的感谢，没想到双手合十还 g 够，Go! 基努·里维竟然直接在台上下跪并连续磕头三，看到这一幕，全场都沸腾了。 基努·里维竟然当场全场粉丝下跪，图翻摄自捍卫任务四推特影片经。经捍卫任务四的官方推特爆出，立刻引发热烈讨论，网纷纷表示：“该死，这人也太好了吧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们不配基努·里维这样善良的人，他不应该跟门鞠躬，应该要反过来才对。” 只有金努李维会做重视，尤其是下跪，没有任何名人会做这种事。他酷又很脚踏实地，百分之九十演员做不到他那样。